我就是黃培德，我是由1977年到美國，來到美國之後呢，我就一路做個餐館，做到我退休。我在呢個包尼街81號四樓呢，我已經住咗有17、18年啦。我喺唐人街住咗有咁耐嘅歷史，自己離開唐人街嗰個時候呢，你要去找一個拍門啊，有好成問題，交通方面呢又唔係好方便，所以自己歷來喺唐人街住咗咁耐，又唔捨得離開唐人街。